보여. 这二吧，十二的就是我，那一级可以抢得起，因为荒川一级至少是亚修罗厉害的，九个二级的阿修罗，底线是九二的阿修罗。超卡的，给我 A 啊，给我打啊！不是你要跟我对点什么？你是战士还是我是战士？现在咱们都是锁仓。你是怕鬼女来的吗？这荒川是不是不是阿修罗是不是打昏头了？我感觉我要清杀他已经死了，我在清杀。西游斯神が消えました。連行せっか。你立个三技能，三技能用掉了就不怕我杀了。这里有什么敢上来的？直接打上来。那还是个卡仓，那不是雪飞？哎呀，这么大了，打我！僵硬，这就不玩了。这是白骨翼的，没那么好看。有点僵硬。还没来过一次上。啊，这不肯定要来。
神が消えたわ。现在平时卡顿，我好像马上的补。好重，撕开了那个震动模式。敌の石像を破壊。那这里好重。仲間がやられました。我は永遠に荒川の者たちに守ら、荒川众所周知，荒川缺水，此火星烈焰圣的拿下，想必是味方の石像が破壊された。真烦，很恼火。要不七块我们再加打野吧，算了，开玩笑的，走了。哎，难崩。我刚愿意留下水，我们应该留下自己的水，然后让对面打下来，然后再收水。干嘛？本来就不用荒川，要玩那要玩是硬玩，怎么办呢？看就完了，爱不爱看？不爱看就滚。敵式神討ち取ったり。队友都看一下嘛，队友。哦，沙哥这个也行，那我没白拖住了。OK， 还能打，感觉打打，不许不打。啊！那他队友呢？哦，十万八千里外。皆さん集まってください。一会儿。哟，怎么送子了？来了来了。这该搬的公司好慢呀！啊，没问题，只出了一个灭刀的公司。说荒山加下那个被动伤害还挺有效果的，感觉到有伤害。杨红，忙。早く撤退して。好肉啊！这个真的肉啊，这个瞎子。感觉我晕倒也是自己能杀，真的好肉。感觉发育不好，发育好就杀了。你也有问题，刚才又一摸一下往前走了一下，不用。不然是能操作起来的吧。敵の式神が消えた。这不是帮他挺好的。改成中亚路卡又是上岛的宝宝。压多卡，喜欢压看到没有，没有一点视野去敢压多卡，周围的人都没漏，就没有这边压多卡，找下谷雨。别吵闹！跑啊哥，这么跑你要人又没了。
我去，这什么啊？这么会玩？味方の敵軍が破壊された。找不到。天空石火。哎，怎么队友都是没用的东西啊？队友来点作用啊！怎么感觉可以帮你们杀两个人，跟没杀一样？什么情况？需要来点作用。方の石像が破壊された。貴様の相手はこの荒川の主だ。我怕是会有难。我感觉我队友正面没我，蛇是真要丢了。但带队不压蛇，不想来管我们这边兄弟。皆さん集まってください。敵の死神が消え、早く撤退して。真能偷一下的。接着再说，就这么开始。我感觉这些段位都队友都不太会处理开始，经常开始开崩哟。这个没血，还敢 A 我？我想去这，感觉荒川出法强的收益太低了，还不如法川。能不能压压死啊？真的求你们了，不怕人。还是不够熟练，就是还是不够熟练，再练好一点，感觉你们玩的可以玩的比我还好。还有这个，技能吃饱了。这个阿兹没有刺客之火了的阿兹，没有刺客那条心。哎，算了，感觉好散啊！哎，我少女这样，所以说舞女的这种招人就很厉害。对，完了闪他就越厉害。味方の石像が破壊された。
他の石像を守る。こっちに味方の石像が味方の石像が破壊された。敵の強力な援軍が戦場に参入。味方の石像を守る。最厉害的就马上单了。味方の石像が破壊された。敵式神打ち取ったり。敵式神打ち取ったり。電光石火。連携到来。这节奏带的还不错。进攻下路的，不但只是要进攻，我们是要拆把线带出去。連携到来。連攻石火。やばそうやばそう。攻撃開始。敵の防御の塔を攻撃よ。不敢用，这是不行。こっちに集まって。皆さん集まってください。来吧，把线带好了。集合せよ。大義を実現するのだ。やっと。敵の式神が消えた。パスワードの準備完了。要掉帧的掉帧的。哎呦，24帧直接，啊，手机好烫，你看，掉帧完，主要看手机没电了。手机已经不行了，手机，已经不搭不搭了。敵の石像を破壊した。獅子軍人封印報告の断り。一騎当選。敵の石像を破壊した。この調子で勝った。巨卡还能玩，真不愧是我。OK， 这把皇上还可以，玩太久了，玩太久了，而且我手机没有散热措施。还可以吧，这把皇上，我去，39输出，这不是还行吗？这不是还可以吗？这不是？